另外，这个练习剑法这几个注意点，大家一定要掌握。首先，剑法的这个军机独立这么，也就是说单腿站立，大家要注意这个剑法的这个单腿站立，它是提起来的这个脚的脚面它是平行的，这样大家要注意这里，它和刀法它是脚尖朝下，脚面立扣的，这样。第二呢，就是很重要的一条，剑法和刀法的明显的区别。这个剑不过底，因为这个剑呢，双面都是刃儿。他练剑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，是吧？这个剑法，他剑在必须的，这个需要上过，他是这样面向，他是配合的身法，这个剑从练门上匀过去，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是吧？他不像刀法在。这是刀法，这个大家要把这个区别出来，这是练剑吧，必须要注意的。